你们若敢跟过来，我便杀了他。不要挑战我的耐性。他双手紧紧扣着凤九，将他拖走，提气一跃，带着他迅速消失在夜色中。怎么办？关系令心急不已，要追却又担心他会对凤九不利，不由看向墨尘。墨尘眸色微沉，他看着两人消失的方向，皱了皱眉。等吧，那五毒门主被你砍了右臂，一身功力正在外泄，我想只要有机会，凤九应该能从他手里逃脱。那我们不追了。那五毒门主看着一身杀气，又被我断了手，我担心他将气出在小九身上，若是追，他指不定会来个同归于尽。眼下只有让他觉得自己还有生机，凤九才会安全。至于接下来会遇到什么，也只能看他随机应变了。另一边，被掳走的凤九被点住了周身大穴，再被封住了一身灵力气息，在离开那山谷后，只见这独尊拿上传送轴后将他打晕，连同他一同带离，瞬间消失在山谷林中。一处山洞里，那断了一臂的五毒门主面前摆放着十几个瓶瓶罐罐，他一手拿着那些药倒进面前的一个食碗里，在里面调了调，最后取出一个药瓶往那食碗中倒去，只见从那瓶中倒出的是鲜血，那鲜血和各种药融合在一起，渐渐地凝结。他露出诡异的笑，将那里面的药制成了一枚丹药大小的红色药丸。拿起那枚药丸，他阴恻恻地笑着。诡异，我就让你尝尝我独尊的厉害。他拿着那枚药丸来到昏迷的凤九身边，掐开他的嘴，将那枚药丸塞了进去，而后静坐在一旁盯着凤九的反应。凤九是被那刺鼻的腥味呛醒过来的，一睁开眼睛，他便感觉到自己口中异样，他皱着眉头坐了起来，感觉到身体血脉中有一种灼热的感觉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他盯着坐在一旁的五毒门主，心中忽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。吃了什么？你很快就会知道了。他盯着他，血色的眼中闪烁着诡异疯狂的光芒。凤九皱了皱眉，体内血气上涌，那种感觉有些奇怪，除此之外身体再无异样。眼下他也不知那药是什么作用的，只是为何喉咙之中那股持久不散的血腥味会那样呛，他究竟是什么血？他伸手掐住他的下巴，恶狠狠的：凤九，你们毁了我的一切，我就这样杀了你，岂不太便宜你了？你放心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的。他一甩手，大步往外走，同时手一扬，在洞口那里布下一个结界。他如今血道被封，灵力无法运用，如同凡人，这样的他，一个结界已经足以让他困住。